嗨，阿公。阿公，太阳，太清水了哈。有山有，只是没有水。只差没有水，否则更是美。姑姑，你敢第一摆来？嘿，我唔知，你遮嘛唔知。没呀。啊，你讲你下晡你无闲啥？要去那个房子那边。哦，几点回来？开会啊。好，晚上开会。晚上啊，整理一下，从那再稍微打扫一下了。明天要打合约。谁电话？你的电话。那个地方，这是谁的？吴云雄的。可以，真的可以。走了，走，慢慢走。喂，我们在天元宫啊，你去干嘛？你上班啊？你来干嘛嘞？你不要上班哦。哦，还有今天是2月2号，桃园要土地公要拜一下下，好，有空就好，那就好，好，拜拜。哦，你这个囝人好。